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对于美的追求是人的本性，有的人天生丽质，而有的则是通过整容让自己变得更加动人。虽说好的皮囊是事业的敲门砖，但总有一部分人过度看重外貌的重要性，本来长得挺好看的，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完美，于是频繁地在自己脸上下毒手。然而明明做的是整容，结果却成了毁容，关键他们还不自知，在毁容的路上越走越远，越整越丑的他们却越来越自信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奇葩心理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星观察员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整容变毁容的故事。画面中的这个神似银角大王的女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，她可以说是全网整容最失败的女人。大多数女人可能就是动动双眼皮填充玻尿酸，她的想法就不同了，从最开始的双眼皮尖下巴变成如今整张脸皆是整容的痕迹，脸肿得宛如发面馒头，鼻子更是尖得跟巫婆有的一拼，这样一张脸在大众看来简直不忍直视，更别说与好看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了。但在该女子看来，自己是越整越美了，或许是对整容产生了强烈的依赖，这种改头换面的变化令她心驰神往，所以这六年来她是越整越上瘾，光是整容费用就花掉了几百万。一开始大众还以为她是因为自己本身长得不好看，所以才想着通过整容来实现颜值的飞跃，但看到她六年前的照片，网友都纷纷坐不住了，这简直就是判若两人，要不是其身上依稀能找到以前的影子，完全有理由猜测这是不是换了个人。以前的她高额头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巴，完美贴合男生梦寐以求的女神模样，可能那时的她才刚刚开始整容，看起来会自然一些，外加匀称的身材以及小蛮腰，这种高配置的外形条件走到哪都是众人的焦点，只是没有想到她越整越偏离了原来的轨道，但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反倒觉得自己越整越美，合理推测下这大概就是整疯了。和该女子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还有名叫桃花宝宝的网红，原本看上去清纯可爱的她也动起了整容的念头，她想将自己偏圆的脸型变成典型的网红脸，在经历过第一次立竿见影的手术之后，她一发不可收拾，彻底爱上了整容的滋味，频繁地做整容手术，而且她会把自己的整容经历发在账号上，现身说法的特殊方式吸引无数粉丝。据悉她的脸除了最基础的填充玻尿酸外，还给鼻子安了假体，瘦脸针嘟嘟唇也没落下，甚至她还通过磨鼻以此来达到自己想要的脸型。脸部整改一番后，她还对自己的胸部臀部进行了整改，截止目前为止她做过上百次手术，花费近百万，如今的她脱胎换骨成另外一副模样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整容后的她连亲妈都认不出，一次次的整容让她的容貌离理想的状态越来越近，与此同时她对自己的外表也越来越满意，因此她常常把整容使我变得更自信，我永远最美这句话挂在嘴边。她还曾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她每个月都要整形，哪怕她鼻子里的组织已经坏死，但她还是会继续整形的。如此扭曲的心理也让不少网友劝告她不要在整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面对网友好心的提醒，她不但不听，还直言自己要做整容鼻祖。桃花宝宝享受着整容带来的成功效果，却不知整容的风险也悄然而至。由于她脸上注射了大量玻尿酸，天气一冷，她皮肤里的玻尿酸被冻得邦邦硬，这使她的皮肤看起来一点弹性都没有，而且她连简单微笑都做不了，整张脸可以说是十分僵硬。天气一冷，只要不笑便无伤大雅，但天气一热，玻尿酸就会受热融化，导致变形。这不，去年五月份，她就曾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整容后的后遗症。画面中，她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脸部红肿外，额头上还凹进去了一块。当然，玻尿酸的副作用远不止脑门塌陷。桃花宝宝还曾自曝，由于玻尿酸下坠压迫到她的眼部神经，造成眼睛不由自主地频繁抽搐，稍微再严重一点，可能会导致失明。整容带来的后遗症让她苦不堪言，而且强烈的后遗症致使她几乎没有可逆转的局面，甚至已经没有医院能通过手术的方法让她恢复到以前的样子。都说吃一堑长一智，但这个法则在桃花宝宝身上并不适用。在另外一个视频里，她还计划着在这张残破不堪的脸上继续投资，自称想要丑小鸭变成白雪公主。看来桃花宝宝最需要修整的不是外貌，而是心理。话说网红圈可以说是整容的重灾区，整容事故频发，好比美妆博主栗子就曾因为整容失败退网。作为最早红起来的那波美妆博主，栗子身上话题点自然不会少，尤其是她是典型的胖美人，体重在200斤上下，妆前妆后的巨大反差外加多变的风格，使得她颇受大众喜爱。在收获大众喜爱和关注的同时，栗子还被容貌焦虑困扰着，而鼻子就是她的心病，于是她选择了整容，却不料术后发生感染，致使
使鼻子留下非常明显的疤痕，而且还有明显的凹陷问题。本来栗子是想通过整容解决心病，结果不仅没有解决，反而雪上加霜，生理心理上的双重伤害让他一度停更3个月。也因整容的失败，栗子出现抑郁倾向，控制住的体重也再度飙升，环环相扣的恶性状态让他不得不退圈休养。然而这些比比皆是的整容事故却没有制止住他人走向整容的步伐，带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架势，直到遭遇了整容失败才后悔莫及。网红金大威就是如此。前段时间他曾在网上哭诉自己整容失败的血泪史。初次接触短视频行业时，金大威还是一个大学生，他搭档已经小有名气的王小强拍摄反串视频，两个人戴着不同的假发模仿女生之间的塑料友情，搞笑又不低俗的视频让他迅速积累起粉丝基础。成名后他又凭借着颜值让粉丝惊艳了一把，浓眉大眼的模样完全颠覆之前视频里疯癫女生的形象，令无数粉丝感慨，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偏偏要走搞笑路线。首次以真实面目出现在镜头里，不仅引起了粉丝的巨大反响，也增长了金大威的自信心，他开始转型成颜值博主，一时之间金大威人气渐长。然而名气赞赏的背后给金大威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正所谓忠实皮囊者绝对不会忠于一个皮囊，也正因此整容的苗头在他的心里悄然增长。巧的是他的朋友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便建议他打个针就能让脸看起来更加立体饱满。原本他就将信将疑，看到朋友签下手术单后的他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心一狠便签了字。对于当时的他来说，他以为自己开启新生的钥匙，却没想到那扇门后面不是预想之中的光鲜亮丽，反而是一茬接一茬的苦难。据他所述，那一针其实是脂肪填充手术，手术途中他其实感觉到不对劲，因为医生生涩的手法让他整场手术都在疼痛中度过，好不容易挨到手术结束，当他看见自己的脸时他瞬间崩溃了，以前没有的泪痕、印第安纹、法令纹都一一出现，说他一夜之间老了20岁都不为过。此后心死如灰的金大威完全不敢见人，成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然而上天并没有放过他，比起整容更艰辛的是修复之路。一开始的他跟无头苍蝇一样盲目选择了光纤溶脂术，没有起到修复效果，反而让他的脸更加凹凸不平。为此他一次又一次补充胶原蛋白，钱倒是花了，可惜事半功倍。后来他又找了一位专家，一句我好久不做这个手术让金大威瞬间破防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术后的他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一次又一次的无效拯救后，金大威足足做了8个月的功课，终于找到真正的专家。虽然这次手术不能完全重返他2年前的最佳状态，但70%的效果还是让他看到了希望。现在的他重拾短视频，谈及那阴暗无光的2年，金大威仍然心有余悸，反复劝告粉丝不要乱整，否则会毁了自己的一生。诚然，为了所谓的美牺牲健康甚至失去生命完全不值得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那些想通过整容来实现颜值飞跃的人能明白，美人在骨不在皮。面对身边想整容的朋友，大家的态度是赞成还是规劝呢？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们下次再见吧。